贵宾，我所敬爱咱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咱这个啊，感谢啦哈。第一啊，和大家等足久的足拍摄，咱这个县政府家己有变医生，所以我伫遮感谢局长、副局长，甲咱所有议员。对咱医生的这个啊支持哦，咱甲内底的这个啊精力哦，拢总开一亿外吼，啊，真是无限侪几百万啊，啊，互大家等足久的，足歹势，足歹势，足歹势。啊，但是哦，我伫只爱感谢议长甲议长的爸爸谢承泽校长，长期以来对咱追求的推广甲追求的用心努力，啊，互咱的拢。有真多各县市诶各乡镇伫个发展，啊，互咱有运动的所在，抱下声，搁甲咱谢议长吼，咱主委搁甲伊谢谢一下啦吼。好，啊，今仔呢有37队哦来参加比赛吼，咱即马有6个场所，所以大家会使诶认真拍拼，先拼冠军、亚军，才有法度搁入去咱的这个啊决赛吼。啊，上重要。鼓励咱的长辈行出来，啊，追求这种物件是为小朋友到大朋友，甲咱长辈拢会使用的，无这年纪的这个限制吼，啊，无这限制会使三代同堂。啊，我嘛甲大家报告，这几年县政府嘛向下扎根咯，所以咱最近的小朋友呢，伫咱青年杯的全国槌球赛，得着一冠、一金、二银、一铜的这个成绩吼。啊，咱的这个啊，希望讲未来搁甲。甲这个追求活动，互搁较侪人共同来参与。按我的诶，500万、500万、100万的。非常感谢咱的王馆长，甲咱这个球场重新打造。过去，这个球场因为中央几层是乌棒球的浮棍起来，所以拍起来真无公平，啊，所以。馆长，听我咧讲了后，着手就来做这个吹球场。进前两三天，昆先生来这咧拉线的时候，我就过来参观，过来看。哦，我觉得非常的安慰，非常的舒服。尤其这个球场下骹，创伊心落去，伊的心落去是。咱追求家的福气，好嘞！参加我在讲这件代志，伊团替我去争取经费，做这点钱，我永远记在心内。咱追求会得通继续拍落去，卖讲我的功劳，阮平家的功劳，实在是伊替咱市长替咱去争取这经费，予咱追求会得通延续落去吼。这嘛是一种的功劳，大家拍鼓啊，好多谢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议长咧讲这个代志，是我做议员的时阵啊，不是王馆长的任内啦吼，特别尊称。啊，非常感谢馆长对着咱这长辈重视，把咱这球场整理哦更加顺势的。啊，未来吼，啊，咱吼会甲中华时代来认真讲这个计改啊吼，然后再来发挥啦吼。啊，伫这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看看上右手边，来，右手边一张三。